们再聊，表哥。今天我们来到 KL 探店，今天是黄总介绍叫我们来这个地方，我们来试一下有什么好料。我觉得我们试这个了，米色的手可得，米色的米香，它是冷吗？他今天点了三份，只给他们三个人吃饭了，这个只是大个台子在这里。来 KL 一定要喝这个果皮冰，那果皮冰跟果皮丝有什么不同？奶哦，喝果皮冰，你知道吗？KK 喝不到这样搞。米色的加手的 exhaust。不明白 Soda X Sauce 怎么跟那个面配、啊、你要不要试下 Soda X Sauce？ 我试过，好不好吃？你知道？好吃，但是很肥。不要理，想吃好才算。嗯，嗯，很好吃哦。可是像你这样讲，一吃就感觉感觉到肥了一点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米香，米香。这个蛋你快点吃啊，要不然你全被神棍吃住了。很搞笑喔，你想到啊？哎，那个蛋好大！哇，这么大！哇，陈总已经变成半个大马了，还会这样子吃了？哇，啊、真香、哦！好像 ice cream 冷，冷了没？哦，这个啦，这个应该是盖下来的。嗯，那酱在里面的圈满满。还是面比较好吃，因为是米色大板，那筋面还是永远的神。I Y D S。我们接下来聊聊吧。今天我们本来开开心心要上云顶，结果昨天KL下大雨，听讲是历史以来最大的一场雨，又震水又土崩，所以要看下云上不上到云顶啊！今天我们找了世界上最贵的司机。啊！辅导，哇！就不能 U turn 下去啊！他们才可以坐缆车上我。班长咖喱怎么跑啊？你放了咖龙包啊？你拜山。我们从十点就开车了，到现在才上到半山，因为驾车上不到去云顶，只可以在半山或者坐缆车上。啊，很久没坐缆车了，来了。我很久没坐缆车了，是吧？平时会很多人，很多。你开动还在等呢，现在今天都不用等。土崩哦，哇，这边也是崩啊，土崩。我好总第一次上云顶，第一次坐缆车。以前我中学的时候住这个地方，晚上睡不到觉了。我们到了 Sky Avenue。哦，还有消毒，你看，你贴心。Nice。我们到云顶了，有点想念以前他拖那时候。以前差很远啊。我们去那边。Indoor Theme Park， 那我们马来堂哥讲，这边人多到啊，完全进不到去玩，可能是因为天气的问题，今天比较少。全部 LED 哦，你看，哇，太漂亮了。小哥，你在做什么？在换房间。嗯。今天晚上就要住在最后一间。嗯九九三五，安定导航，谢谢。OK， 拜。OK， 然后回味一下以前我们懒得读书的时候一定会去吃的东西 ，Burger Lobster。哇！今天我们来干什么？干龙虾，够够够！来云顶必定要打卡的地方。不知道能不能吃龙虾，没有问题。金娘教我叫他一个龙虾，我一个龙虾，他一个龙虾肉，我一个龙虾肉。我跟你讲，全世界最贵的是。哎呦我的妈！这边最出名吃就是 Burger and Lobster， 叫一个这个 Tower of London， 什么东西都有。哦，哇，这个是 Lobster 加牛肉。啊，谢 Lobster 肉。哇，这一半留给你。我都有一些。
就是用幸福来形容的，太爽。我们提早过圣诞了。哇，它的面包干脆了，这样吃这种东西啊，用刀叉吃没味道，一定要用手吃。哇，你知道这边最好吃是什么？嗯，不和你一起吃。翻车，不要动。好真香。嗯，自己吃不怕了，搞上个手也洗手了。可以可以，可以下手。嗯，这是 grill 的 grill lobster， 来这个 garlic sauce。嗯，卤肉比较好吃。这种是我们江远卤水来的劳动成果。七千四千多块 ，OK 了。我们的 driver fees 差不多这样的价钱了。我们在里要不要喝？我们现在去他的 outdoor theme park Winter Wonderland。哇 ！Winter Wonderland。哇！听讲还有下雪。哇！今天不知有没有了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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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usical。其实呢家嘢我真系唔识欣赏。你想买什么买多少？嗯。我打个卡。我就没有来听课了，感觉又找回了童真。刚才我们看到一条鲤鱼这边了，哇，又这样又涨又涨又涨，一丢波我们六粒都没有进，只有赚了这种钱。一粒球12块，六粒球60块，但是一个人只可以赢一次，所以是讲你要花60块给他包一条胶，你进了也是一条胶，你进六粒也是一条胶，等于60块买一条胶。我来做，你厉害多少可以做？你进六粒也是一条胶罢了。放完 rules and regulation， one price per player 罢了。12块就没有了，这样。This cost us 48。没了，给他上一课就够了，不要给他当球，我们上一课。嗯，拿来吧你。这样就体验了，现在我们到处去了。这里是在 First World 4楼的啤酒街，因为只有啤酒街开到3点，其他地方都开到9点就关了。哇，很多酒。先准备了看是什么，怎么才叫？一个是很多个档口，档口像不烤这样。哇，都是这。是不？还有龙色。哇。好的，好的，Pizza. Thank you. 我们 order 了 sausage， but this sausage is a hot dog。 我点的时候它是要 sausage 的， normally sausage 就是这个 sausage， 这个东西叫 hot dog， 所以我们要吃面包一个。不可以讲好吃，就是 hot dog 啊。你现在见证的是翻车大现场。翻了就是翻了。No！ 这个翻了，硬了，你知道吗？6盐，又硬，翻了。我太难。不好吃的东西我是不介意吃的，最怕吃难吃。今天晚上他要借酒消愁，进赌场比较好。走，我们去找，很好，所以我们去找话找齐声，里面有东西吃，结果全部东西关到完。在云顶不要这样找齐声，除非你要，那我们9点齐声没有东西吃，这样子。终于找到东西吃了。
炖，烧麦一笼，阿高一笼，海关机场班，有咸蛋鸡蛋，有天鸡粥。走皮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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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什么来的？猪手干捞面，这种细面很难找，我们那边很难找，走一点点。一粟米，一粟米，你要这样子很难，一粟米呢？港式干捞面一定要有这个东西，辣椒油，这边不吃辣，想一想。这边没有做，够了。是好吃的，只是他们吃惯了我们那边的焖法，比较冷嘛，有点像冷，够冷。这点是最重要的，点心不香，困了，昏昏。对啊，嗯，这碗粉也是不错，哈高，还好吧？面是很好吃。点心还是输给我们呗。走，我们去电炮。这买票，买票，拿票，一张票一个 right。OK， 我们要做好了策略先，像打仗这样，我们要观察敌情的时候，我们爬最高地方去看一下谁在你中间玩，开打。要开那个车啊！对呀。只有两三个人到，When we finally kiss goodnight, how I hate going out in the storm. 这天炮也不是很大的，还是尽量在满足大众的。好了。就年纪越大，越没有这种尽情玩这种的。你是真的老了。以前我很常玩这个，以前呢是 Spiderman 的造型，五六年前的时候。Yes。感觉自己老了，完全没有 feel 了。以前我做这种哈，我会很激情，然后做，还要再做，还要做，再做，再做。以前是多么的青春。把我的链感觉带出来了，或者我抓住了，注意点失去了 ，OK 了。勇敢牛牛。你有什么可好的？这边那个弟弟，戴眼镜，戴眼镜，快点戴眼镜！然后还要讲，我没有眼镜，我看不到。好了吗？还好啦，我觉得不是很适合我，我去找 YBB 比较好。我们该看了 online 很多人 review 讲这件东西好吃，阿姨和不熟，我们来试一下，我们来试一下。这边吃很多 set 的很多，冷汤 lunch set 有汤喝又有方形。因为我们阿姨冷汤主打是养生，如果你要像吃饭啊，不如这一个咯。这个 set 啦，最多人点的是米饭啦。OK， 汤随便任选啦。米饭啦，菜干炖鸡汤，这个你的炖骨面，嗯，不错，可以了。很少哦，是啊，不是很丰盛。那咸鱼的味道不是很重，不是很少咸鱼的。咸鱼？咸鱼？嗯。
猪肉是很香的，可是会有那咸鱼的味道，很奇怪。细的那个面很好吃。嗯，这个面比较好吃。汤可以，汤可以，汤真的好，很够味，很够火候。干菜炖鸡汤，这个汤真的是不错喝。就是不说这个肉也很香，还是吃不到咸鱼的味道，明白的。他是忘记放了，不知道是我饿了还是它分量不够大。还有这个龟苓膏，这是不错吃的，可是分量也不是很够大，当真是好的。鸡肉、菜干，嗯，看 OK。今天我们再来体验一下一个在 Facebook 推荐的 Yakitori， 听讲这边不只是吃东西罢了，还要体验一下的环境。这边主要是日本漫画主题，就是这个两层楼的 concept， 哇，就讲很劲，好像是单身狗的坟墓啊，这种不错啊。等我带个女朋友来应该不错的，我就带上你来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哇 ，Yakitori。加那个fried rice啊，它不是隔夜饭，可是很香哈，蒜米。炒饭有没有炒饭？炒饭。隔夜饭，这鸡肉也来一个。好肥的。用盘装了。很多人是不是？那连蒙是一按着，老乱吃。现在我教你个方法，你不用乱吃，就是按那刀进去，你要试哪里都不会的啦。哇。啊，这吗？那不会乱吃对吗？老司机教你怎么样不乱吃。跟Win。他这边的口味比较偏咸，跟重口味。所以如果你配酒刚刚好。说话聊这边算最好的一场。他们讲呢，平时这边要 booking 的，因为很人山人海，找不到位置坐的。听我们好运罢了。那个 Dory 是不错吃的，酒也不错，喝上去。对我们这种单身的。那个台子了，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。今天我们来找一下我们在云顶的最后一餐，七早八早，大家只有这间在开。今天可以感觉到有点翻车了，二高已经给到很多了，一高、两高、三高、小小高。哇哦，翻大车了！哎呦我的妈！是的，大力机还可以。算了，真的很难吃。下次来云顶吃东西的时候，最好先做好功课才来，不要乱装。这边很多地方都很容易翻车。这东西25块，米粉6块钱，鸡肉4块钱，鸡蛋3块钱，3块那个白瓜3块钱，这条鱼6块钱，把它送罢了。至少好吃过这个。这一餐吃了50块，还吃了一个鸡胸，种米粉啊，翻炒过很多次了，都端完了，吃到满脸委屈。我太难，吃腰这样吃到我，吃好了。哇，这是以前的镜头。哇，真难看。那你看了，这里可以看到那个土崩。这个车可以过了哦，可以过了哦。那你看土方，你看这边全部看得到的，风到几厉害呀、啊！你看那马路，没有这样快乐啊！哇！上水，到了到了，我们到了 outlet 了。我们现在在云顶的半山找吃，听讲这边是吃笋筒出名的，还是毛蛋黄。我们今天吃这一个，这个这真包子，我知道，母猪肉，木耳猪肉，嗯，笋筒，有
会开啊。这个的，对对对，野生笋肉。要卖三百啊？没有，没有很出名的，没有，贵就没有了。爸爸，今天的重头戏就这个野生笋肉。哇。它肉很嫩，特别嫩。鱼是本身是没有话讲，新鲜。对，乖乖，我教你怎么看鱼是油的还是不油的。我们看鱼哦，就看这个笋，裂的是新鲜的，滑滑的，还叫裂子皮肤的，比谁无印的，就是冰鲜的。又想到了，又上一课了。木耳猪肉，知道吗？它烂过，不是很讲过了，那是 OK 的。哇，真香！这狮子头，来来，我看一下，它烂不是很烂，给你。我这个鱼啊，配个好的酱油，不更好。跟着表哥跑，生活没烦恼。